欢迎收看88基金会，我是范英华。今天的加权指数呢，最后面小涨了15点哦。而且呢，我们来看看 K 线图的部分，就会发现说，在最近呢，加权指数好像真的哦，真的跟信杰哥讲的一模一样啊，就在这个区间200点上下来附近震荡，就锁在这个区间，好像被关起来了一样啊。目前为止的话是8575点，这今天的一个收盘的水位。好，接下来大盘加权指数要怎么来关心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出现呢？到底会不会？我们赶快邀请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邀请到的是李州投顾的策略分析师王信杰。信杰哥你好。一华，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好，信杰哥，我们刚刚说到了你之前讲的区间真的还蛮准的，现在就在这边打混啊，还会继续混下去吗？我想如果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认为短线可能还会稍许换一下，除非整个关键价，各位投资者你自己纸笔拿出来记下，明天的关键价是在8545点上下10点、除非跌破8545点上下10点这边，整个大盘指数才有可能比较短线的一个比较像回档来回测一个季线8470点附近，否则应该短期价是一个小幅盘间或是一个小幅震荡的格局。好，虽然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看起来最近这半个月以来真的几乎都在一个区间小幅的100点，其实讲200点还是比较大一点点，讲小一点，这是每天整个振幅都不到100点，大概就在8500多点到8600点震荡。对，好，但是在这震荡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相信很多投资者会觉得说啊，指数都连在这边没行情，干脆休息观望，不做了。可是当你这么想的投资者，你自己回过来看看，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跟投资者强调，请你要打破大盘指数的一个迷失，因为你会发觉，虽然大盘指数在什么小幅的震荡整理，可是如果过去这将近一个月以来，从整个新春开红盘2月的话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像我们有按照我们的指示，以中小型的股票为主，尤其是在整个中小型的电子股跟生技股上面，你会发觉其实这些股票仍然是强强棍。每天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上市柜股票涨停板加速仍然比比皆是。今天大盘指数小涨15点，但是仍然有超过好几十家股票是涨停板。对，昨天大盘指数跌40来点，你会发觉昨天上市柜加起来也是要有六七十家股票涨停板，更别说我们在演讲会场说上礼拜五办的演讲。我跟陈进陈老师两个联合主讲的一个演讲会场，真的恭喜包含我跟陈老师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双剑合璧的一个家族成员，以及我们家族成员，以及来听演讲会的投资朋友就算大盘指数昨天跌40几，今天涨15点，我们看到5478的智冠今天一样开盘稍微做震荡之后来导播可以把报带下，一样5478智冠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连续两天两根的涨停板出现，4111的一个寄生，这档股票我相信其实易华就应该很清楚，从上礼拜听我们讲到现在，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板，礼拜五听完演讲，昨天礼拜一亮灯涨停，今天礼拜二开盘震荡完之后，盘中又一度亮灯涨停板，收盘仍然是长红就收。所以你说有些投资人说，老师智冠昨天就直接开涨停，今天要开盘几乎就是涨停板，对，我买不到，抢不到啊。对，那抢不到，但是411的寄生导播客要帮我带一下他的一个盘中分析者是至少昨天跟今天，昨天应该都买得到吧？昨天买得到，昨天现赚一根，今天再拉一根，两天15%可以吧？三天就有20几%，短短这半个月来，其实寄生也高达多少25%以上获利的，等于光最近这一个月以来，我们的8114的振华电，我相信各位投资者你看得出来，8114的振华电最近这一个月来，我们当时在低档跟你推荐，导播回过来帮我带下我的字卡部分，字卡的部分，8114的振华电有没有？当时在一个中段整理的时候，我们帮投资者掌握到吗？林先生告诉你物电网。智慧城市，对不对？以及工业电脑这一块。好，等到上礼拜，你看到真的在南港这边真的举行了一个智慧城市展。当你看到智慧城市展的时候，你去买物联网的股票，你去买智慧城市的股票，你会发觉，其实上礼拜他们都怎么样？真的都如我们所预期的，见到高点开始做一个什么涨多一个震荡整理。这一波的振华电，我们从120、130。我说120几没有跟上车的，130我们在节目中还在跟你讲，130你没跟上车的，140还有机会，等到150、160、170、180，刚开始慢慢涨，就好像易华所讲的，让投资好像赚得很不过瘾，可是等到最后你回过来用喷出的时候，回过来看，真的一个月涨幅多少？涨幅高达50%。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白金的家族成员，这一波振华电买的多少？
买了大概30张，30张就狂赚了多少？一个月狂赚180万。好，那振华电我们是有在高档跟你讲，我们开始获利调节。那你会发觉，当我们跟人家说振华电做调节的时候，振华电最近就这样，真的就涨不动了。对，哦，真的就涨不动了。四根黑 K。对，而且它涨不动的时候，我们说你如果振华电你不用碰它，短期间它会带动怎么样？所谓的工业电脑的一个比价行情。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中告诉各位投资者这一档股票？我说短期间，哦，继振华电之后会比较会彪悍的一档工业电脑加物联网，而且你会发觉我们跟其他专家不一样的做法在哪边？什么会什么家族成员买什么股票，这边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说老师啊，我怎么是我怎么你讲的股票很多很多投资，你可能跟过很多投顾老师都会这样子，我怎么老师在节目中讲的股票都很彪，但是我手上一档都没有，对，哦，那就是因为你跟错老师，哦，但是你会发觉我们买什么股票都显清楚，除非是听清楚哦，所有会员都有的这个叫共同持有的强力主攻股，那我们就不用多讲，因为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的会员，你都有这一档股票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什么样的等级买的股票，包括振华电就写白金成员嘛，对不对？好，那整个这个哦，3088爱讯这边显清楚，这是短线赢家，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股票，你对哪一档股票你有兴趣？哪一档股票你想跟着我们脚步来赚钱的，你就很清楚嘛，你就不用多问嘛，你可以直接在上礼拜打电话说，来，我想跟着振华电第二这档短线赢家，这档工业电脑加物联网，你就可以直接怎么跟加入我们的短线赢家的一个家族成员。那这档股票我相信真的要快哦，你会发觉最近很多股票，各头这种无通啊，你想哦，卡手收慢会跌袂着顶哦，卡手收慢，你想无先减碳啊，做两支涨停板15%哦，真的哦，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包含3088的爱讯是先拉两根涨停板上来，对不对？真的手脚不够快哦，你再想再有自己再参考一下，再想再考虑看看，我到底要不要今天一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哦，跟着我们的88金汇脚步来操作。你想一下，两只停板，等到你确定的要进来，那就只好再等下一只的嘛。对，啊。好，但是下一只有没有让你等很久？我相信也不用让你等很久。随时在这个行情，虽然指数进入焦灼的震荡，但是我相信每天都有好的股票出来。哦，甚至包含我们当时在电子八骏马里面，这档股票5305的敦南，我们也是持续的几乎每天在节目中跟你追踪嘛，对不对？从整个19.2元，哦，新春开红盘的那一天，刚好回到季线标准的一个回撤季线的一个我们技术分析课程教你的标准的一个买点，一波拉上来也大涨了多少？26.5%，哦，半个月26.5%，对不对？哦，一个月振华电涨50%，哦，敦南涨了20几%上来，我相信你都看到，而且包含在整个敦南、振华电这些股票。哎，不是无中生有，我们都在过年前的时候曾经送给你一份电子八骏马，里面这份资料里面都很清楚。好，那你说电子八骏马啊，刚背机高频刚进两 key， 我待一下那看到你不要吓一跳。好，那这份资料我们就说嘛，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你还真的有这份资料吗？我这边带回你，我看 FB 的88基金会里面那个粉丝团都放得很清楚。好，哦，你自己回过来看，甚至包含在整个生技股也是一样，当时的生技族群，对不对？这一张资料我们也是铺在 FB 的88基金会粉丝团嘛，所以如果到现在为止，各位投资者，你没有到我们 FB 的88基金会按个赞的，或加入我们粉丝团投资者，你赶快哦，赶快待会都利用广告时间或节目过后，赶快加入我 FB 的88基金会粉丝团，因为我跟陈进陈老师如果有好康的。第一时间我们都一样会在 FB 的88金汇里面提示给你，哦，好好把握住。好，当时我们在讲的生技族群，看到美国的生技指数创新高，所以谈到整个生技族群是不是从第一档股票，哦，去年曾经在底部，哦，我们都喜欢买在底部区，买在即将起涨的股票，哦，买底部而且不必等的底部，哦，不是买在这边先等3个月再说，哦，就是在一个整理接近尾声，告诉你智勤这档股票会大涨，而且真的，如果我们当时在跟节目中跟投资人讲一模一样，新 K 100块再够，哦，真的涨100块，来到280几块，我们也跟你讲，哦，整个生技族群，哦，去年11月初的时候讲清楚，要进入3个月的中段整理，好，经过去年的11月、12月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真的接近3个月中断整理，我们有没有在1月27号的时候，好，哦，封关当天告诉你自己买回来，好，哦，有没有跟你讲当时买在多少？来导播看一下220，好，哦，我也不要说，来看我的字卡这边，导播麻烦一下，谢谢。好，哦，你会发觉，好，哦，我也不要说我买到最低218.5嘛，220上下一定买得到。好，就算你因为，哦，就算你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哦，所以有时候有没有加入我们的家族成员，盘中的讯息还是很重要。收完盘来看230，如果你是家族成员，220你就买得到，
一张啊差十一块，哦，一张差一万就好啊，算差十块钱，一张差一万块，我相信十张就差十万块的，二十张就差二十万块的。各位投资者，真的讯息的费用都是小钱，最主要的能够让你赚钱，我认为是最实在的。好，整个事情这一波，我相信过去我也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一路帮你追踪追踪追踪，是不是追踪到这边两百六十几？跟你讲，可以做获利调节，也是20%。好，哦，这样子也不到半个月吧，又一档股票两成赚起来的。好，再来一样，你看哦，一样短线赢家的家族成员，当时我们是这边有写，这档股票我们在2月10号的时候，这档生技族群2月10号的那一场演讲会都跟投资人分享了。对，这档短线赢家的标的，这档哦，去年营收获利，甚至到元月营收创持续写下历史新高的，已经整理一年没有动的股票，我说这种股票不涨则已，一涨一定要狂飙。好，哦，尤其看到这种筹码面，这个股票长期有人在做什么？做吃货的动作。那这档股票，我想我们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易华也在嘛，对不对？我们就给你公布答案了嘛，叫做4111的寄生。对不对？那为什么看好寄生理由原因？好，哦，我们在演讲会场讲的更是详细嘛。因为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时间很有限，我不可能针对每档股票的基本面或者未来前景展望讲的那么详细。但是我相信上礼拜哦，当时来演讲会场的我们都讲过的嘛。好，哦，如果股神巴菲特他都告诉你他在投资的生技哪一块，好，哦，属于肾脏的这一块、洗肾的这一块。那如果洗肾这一块很多的针剂或者哦洗肾那个粉，都是寄生的话，那你认为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当然有，所以我们讲出这个题材之后，我们来看哦，上礼拜五寄生涨停板，来导播的对，上礼拜五涨停板，这礼拜一又是涨停板，好，哦，昨天又是一根涨停板。来听演讲会的，哎，如果直接开涨停买不到那就算了，如果演讲会开完，你看这一根红棒代表什么含义？开盘是开在哪边？只是开在这边嘛，所以代表你听完演讲会，你可以买在这边吧。你是不是可以买在这边？嗯，没错吧？礼拜一你还有机会买在这边嘛？对。好，哦，礼拜一那个加入我们的家族团员的成员的礼拜一是还可以买在这边，对不对？如果当时礼拜五哦，你来听完演讲，直接加入我们家族成员的礼拜五买那边，到今天为止可以吧？对，买在这边，好，哦，红棒买在这边，两根涨停板，累积总共三根的涨停板。从2月10号我们在节目中告诉你，好，哦，到今天2月25号又刚好半个月。来，各位投资朋友。半个月端南26%，半个月寄生25%，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又赚了25%起来？来看一下，对不对？是不是一档股票赚将近8块钱、7块多？买一张赚7000多，买五张赚35000，买20张恭喜你都可以赚多少？赚10几万，买50张恭喜你突破寄生够赚了多少？够赚28几万？可以退休了。对，又赚的，对，又赚的什么？40-50万起来的，是不是这样子？都有机会赚得到钱。好，那这些之前我们讲的这些股票。哦，事后现在都验证了嘛？啊，起码重点在哪边？老师，阿哥寄生第二不？对啊，阿哥之前振华电第二不？有吗？还，啊，有没有之前的敦南第二？所以谈到这个自哦，错过寄生的投资报，我们说你不要等哦，不要看到大盘指数连在这边以为没行情哦，这嘴高票根本不等你哦。就好像我们待会下半场跟你分享，其实昨天就跟你讲嘛，上礼拜演讲会跟你推荐股票，大貔貅跟小貔貅，那个大貔貅怎么样？哦，礼拜五拉一根涨停板，昨天盘中洗一洗之后，尾盘又收到几乎涨停板。今天早盘洗完，尾盘又给你收高上去的股票，一样比比皆是。好，那我们回过来谈到是说，如果有这么好的标的，很多投资人也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打电话进来嘛，对不对？他说老师，可是在台北演讲会我都没办法来听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跟上车。那我相信你的歌投资人，你的心声，我们也什么我也听到了。所以我也可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做事情的一个原则在嘛，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股票这么好，我们当然是第一个嘛，使用者付费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当然如果有时候有好的标的，即将要从第一步起涨的标的，我想原则上我大概也平均一个月左右附近，好，每个月大概平均一个月左右，原则上也会准备一份资料提供给研究报告，送给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上次送给你这份资料，来，好，1月24号过年前送给你这个叫做八骏马。电子八骏马嘛，来，那看这百支股票，导播可以的话，这边稍微帮我放大，让投资人看清楚一点点。你会发觉振华电有没有在这边里面送给你？哦，如果这样子，因为字体不够清楚，没关系，你可以去怎么样 ？FB 的八八金汇这份资料很清楚，这是大涨。再来，有没有看到这一档股票？好，3003建核心，五路财神，
好，甚至到昨天还持续在创新高。5305的敦南，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这个月已经起了十几趴起来了嘛，对吧？甚至有没有看到3512的人体？哎，大波帮我带一下。然后3512人体今天的分时走势图，真的我跟你讲啊，直接开盘涨停板了。怎么这么强、啊？今天开盘直接涨停板，昨天也是涨停板。3512人体，导播可以的话帮我带一下。对，谢谢。这一波从1月24号割头之后，有兴趣去查一下，13.35元，我送给你说是13.35，今天已经来到18块多了，而且今天又是直接开盘涨停板。我管你今天大盘指数涨15点，昨天也是涨停板啦、啊。我管你昨天大盘指数跌40几点，我管你这两天累计起来大盘指数是跌是20-30点。人家一样两根涨停板送给你，上礼拜来听演讲的寄生三根涨停板先送给你再说，对不对？其实根本不必等。好、哦，你越等你越赚不到钱。你要说等到指数会大涨的，等到成交量再放到1000多亿的时候，我的看法可能在8800以上等你的，甚至搞不好在9000点等你的。啊，你等到8800、9000等你再进场，太慢了，还是会赚钱，但是一定会赚的比较少，是，对不对？好，甚至包含在整个这边最后一档股票，其实我们在好、哦、过年前有没有拿出来讲6223的旺系？好、哦，昨天也是涨停板，有没有？好、哦，这一档股票这边是3512的人体，6223的旺系。来，导播可以话帮我带一下旺系的分时走势图。旺系又创新高，今天也是差一点点拉到涨停板。对，昨天也是涨停板。导播可以有没有看到，投资朋友？好、你看到今天这股票在创新高，而这份电子八骏马是我们在一个月前送给你的，刚好接近的过了将近一个月，1月24号到今天2月25号。好，那如果之前我们过去这一个月送给你的一些这个电子八骏马，到今天回过来都完全几乎验证嘛？是，打机龙高皮龙打气。好，甚至除了电子八骏马之外，包含我们的生技股，我相信这个月也没有让各位投资者失望嘛，对不对？啊，今晚抓了给贝贝下，好，那我认为这一份资料你可以今天待会就不要等到收盘盘，我不要太多人打电话进来，因为好股票大家都知道，好股票物以稀为贵，好股票不必要让太多人知道，因为一当这些股票才从底部起来的情况之下，也不需要市场上太多的人认同。就像振华电120不需要市场上其他报章媒体杂志其他专家认同，其他专家一起来怎么样公开来帮我们来什么来讲这些股票涨到170、180，大家再来认同振华电就好的。所以同样的这一份资料来客头上看清楚，一箭双雕。什么叫一箭双雕？一通电话可以拥有两档金标股。两档哦。对，一箭双雕叫做一通电话。对，花你2块钱，或者花你几块钱，一通电话拥有两只金标股，那这就会有一份研究报告。那你可以先打电话预约索取这份研究报告，我写完了我就拿给你，因为这个我还在做最后的怎么样？其实最后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什么，行政做最后的一个作业。那但是这个一箭双标这两档股票里面，听清楚哦，其中有一档股票，以今天收盘价而言，大概还有7到8成的涨幅。这一箭双雕，这里面其中这一档股票，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不用多久时间，你回头一看，它的涨幅不会输振华电。是哦。而且是我们所有会员的主攻股之一，这一波主攻股之一。主攻股、哦。你要跟上来哦。好，错过振华电的这一档股票，里面其中这一档你不要跟上。那一箭双雕，它的通关密码怎么样？你要通关密码很简单。本月我们在节目八八金会里面所讲的股票啊，上涨以上两成股票，你任讲一档，好、你可以打一通电话，对，一通电话进来说，好、恭喜八号振华电大涨，或是恭喜敦南也可以，恭喜智勤，恭喜连续3天3根涨停板的寄生也是可以。好，各位投资朋友，而且我要告诉你，错过这份一箭双雕的这份资料，好、你可能下次要再看到我们免费送给你这份研究报告，你至少一定是等到3月份再说的，还要等一个月。对，你至少可能要再等一个月左右，除非这个月之间你直接付钱加入会员嘛，就讲白一点就这样。所以如果你要这一份免费的，这一份送给你的，那名额几个让丽华讲就好的，原本是想说50个就好的，50个多一点啦，多一点啦，几个？啊，我们60个，60个，好，丽华再加码10个，限60个投资朋友。现在60个名额，一箭双雕，一通电话，两档金标股，其中一档股票可能还有7到8成涨幅，利用这两天的震荡，赶快下去买，不买，喷出去，不要后悔。好，我们待会利用广告时间，赶快把电话这份资料带来预约索取这份资料，谢谢。好，我们稍后针对这个盘势还有更多的解析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八八金鹰会。李州投顾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坚强的产业研究团队，领先市场挖掘好股，波段为主，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洽询专线02-7725-1377 7725-1377。不同的观点，看见更多的角度；不同的产业，看到更多的机会；不同的人生，看见更多的勇气；不同的语言，看见更多的视野。三立全球财经，看见趋势的力量。你有长期胃痛、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快打免费咨询专线0800-017-017，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八路线进站，本车开往财富大道。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台股受到激励，加权指数开盘上涨88点，所有的消息面说。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范逸华、蔡伟庭、李星云、杨一梅、陈淑贤、王志玉。财富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锁定88，每天发。感冒头痛鼻水流，赶紧优乐安配烧滚水，滴滴搁真有效，三支雨伞飘优乐安。全新观点不超报，每日关键报告领先各大媒体，趋势我说了算，让您财经早知道。国际财经零距离 ，Must Know News， 让您独立思考。产业分析最犀利，带您抢先获利。锁定88，让您轻松钱滚钱，就在三立财经台。你有长期胃痛、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快打免费咨询专线0800-017-017，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现在这里，睡在这里，厌倦这里，却又离不开这里。有长期胃痛、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快打免费咨询专线0800-017-017，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欢迎回到88精英会，刚刚我们说要送60份嘛，信杰哥，我们可以再追加一下吗？我想其实60份说真的稍微有多一点，那既然逸华都这么讲的，因为我据刚刚哦，其实我们的业务就已经有打电话进来说，刚刚已经蛮多人打电话进来了，怎么办？来预约索取，到底跟我问说啊，什么时候这份资料可以给人家？反正我尽量等一下回去赶快请行政那边哦，作业文书作业完毕，就赶快尽量第一时间好、哦、把这份资料送给投资。好了，逸华都开口了，再加20个，80个好不好？80个，对，80个，我是觉得就已经蛮多，因为我觉得不想把那种中小型股票的筹码弄乱嘛，因为逸华，我觉得投资你可不可以去理解？你看，如果一档股票一个人买个10张、20张啊，80个人再加我的会员要买几千张的、欸，对、啊，至少1-2千张下去了嘛。那1-2千张，那股票砰姐就涨停板，明天大家都不用买，那有什么好玩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控制筹码，而且这股票是大户都在里面。对，那如果大户还在吃货，几乎在边拉边吃货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大家一窝蜂挤进去，是大户会觉得怎么样？哎，各投之后你是主力，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买的。筹码不够多，你一定会想再洗盘一下嘛、嗯。所以我们为了不想说那个股票那个一箭双雕，那两档股票其中有一档可能你今天收盘价大概还有7-8成涨幅的这一档股票，好、嗯哦，到时候还被人家洗个几天。對，我相信割头之后，你跟我的家族成员都一样，想不想今天知道这份资料，拿到这份资料，明天下去买，然后明天后天就开始拉上去，下礼拜开始在节目中类似机身恭喜涨停涨停涨停，对，恭喜类似爱讯恭喜涨停涨停，类似振华电恭喜120涨到180，我相信割头之后要的是这个东西嘛。对，所以我们想还是限的最多80个，不能再多了，好不好？好，今天这80个哦、嗯，除非明天还有震荡再说啦、嗯。但是你要赶快跟上车，如果明天直接拉上去，我就没办法的。好、哦，这一份资料好好把握住。好，那回过来谈到我们这些一些标的的部分，我想我们之前跟投资人讲的物联网这一块，好、哦，是不是包含生技、工业电脑、智慧城市的概念股都拉上去？所以我们讲的机器人股票如果有拉回，仍然要特别去做锁定。所以谈到这档股票，我们也讲过，来就是上银这边，好、哦，鸿海跟 Google 已经是确定合作机器人嘛，大概有100万台嘛，预计在下半年生产。这个我们之前在上礼拜讲过。那这个机器人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滚珠螺杆就是怎么样，上银在做的。所以整个上银今天刚好来回到怎么样月线上下附近，今天的盘中低点刚好来到回测这根大量的高点的上缘，接近上缘附近。所以今天这个调对，我相信蛮好买。今天恭喜我们金钻的家族成员。
成员，哦，如果你资金水位比较大，有几百万以上在操作的，来，今天上瘾现买，哦，现赚将近十块钱的价差，好，哦，现买现赚将近十块钱，等于一张赚将近一万块的价差。好，那除了这档股票，我们之前在上礼拜讲过五路财神嘛，本益比最低的一个汽车零组件股票，去年赚三块钱，哦，今年大概可以赚到五块钱啊，这个不是画梦画大饼，因为它一月份就赚了0.39元，所以这档股票也是沿路一直盘中震荡走高。哎，建和新其实也是之前我们在电子八骏马送给你标的哦，你看电子八骏马标的真的涨涨涨，导到今天都还在涨哦。所以如果一个月前你错过电子八骏马的，今天这个一箭双雕这两档股票，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免得未来这边从哦三月份开始，我再跟你讲，恭喜一箭双雕的某某叉叉叉叉哦又大涨，恭喜一箭双雕的那个另外一档叉叉叉叉又在大涨。结果你又后悔，你今天没来索取这份资料。好，建和新今天拉回没有改变，拉回之后震荡完还是往上看，好，哦，看清楚哦，我还是这样画，这个43块绝对不是它最高点。另外这两档股票，小貔貅哦，昨天讲过了，也是一个底部，融资是持续在破底的，好，哦，明天如果明后天有震荡逢回，赶快特别注意一个买进的动作。另外我们讲的哈，哦，整个小貔貅我们讲过基本面，好，哦，先看一下，哦，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介绍这个这档股票，好，哦，有时间我再详细跟你做介绍动作。当然这个基本面我都已经附在什么，需要再铺在 FB 的88精卫里面，有兴趣的你也去看这一份资料，嗯。那如果你资金水位比较大的，就是这档大貔貅，好，哦，跟上来，好，哦，这档如果你有资金水位比较大，有200-300万以上的投资宝，记得扣表跟上来，好，哦，今天盘中震荡继续尾盘收高上去，好，哦，连涨涨涨，连涨三四天的，还会继续飙给你看。好，那最后一个结果，好，哦，如果你错过这个之前电子八骏马的，来一点点，最后的一点时间，一箭双雕，哦，我们今天要提供这份研究报告给大家，何谓一箭双雕？假干单，一通电话。拥有两档底部起涨的金标股，好，来通关密码就是本月20%以上的股票，任选一档告诉我们线上服务人员，其中一档股票大概还有7-8成的涨幅，请你务必好好把握住，谢谢。好，今天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